家，买点什么给爸妈呀？哎呦，我们常回家，没有必要买这些吧。你说我们常回家，空气巴掌很不好吧？来说说买点啥，不能超过八十八。我说你是什么人，抠门真是抠到家呀。你要不买就拉倒，我自己来想办法吧。哎呦，不是我不买，你看我们哪有钱呐、为气费和电费、房贷学费、生活费。今天心情好，不想和你吵啊，待会儿我们回娘家，麻烦您别烦呐。不是想干嘛，想把家挣垮呀，你可不要想太多，直接银行卡。哎呦，老婆呀，这样可不好啊，我们存款也不多，给了怎么办呐？所以你别抠，完了完了。好看。